哇，你们是真的吗？
我不相信，这边尖叫一下吧，这边感觉是真的，这边也尖叫一下吧，哇，哦对，我，哎呦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打招呼，哦对了，然后好像也是第一次在理你。可以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好，我是 Henry 刘宪华。哇！谢谢啊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来这里之前，我做了功课，我去了解了你。我问了我周边的朋友，周边的人，然后他们说呢，你们很会唱歌。对吧？那是刚好，因为呢，我接下来要唱的歌，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。你们可以帮我吗？好，那我先拿一下我的吉他啊，因为其实大家说你们很会唱，但是我不相信，我想亲自听一下你们的声音。旋律，我先唱一遍给你们听，然后再听一下你们听，好不好？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是这一调。很简单吧？好，你们来吧。我做一个比赛，左边右边，谁唱的更大声更好，我就给你们一个，能给什么呢？给你们一个奖励。之后呢，我会公布是什么奖励。还有，好，先左边。右边你们是不是更大声啊？好，那你给左边看一下吧，不然没有奖励，这儿不知道这个奖励是什么。好，好，右边。大声啊，我刚没听见啊，是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哎呦，那没办法了，这个奖励给因为哎，左边我跟你讲，因为这边我看到有一个男生很用力的
边唱。哦，这边哦，对，这边也有阿耀。那没办法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来这个就要比，对吗？一起唱好不好？两边一起唱，我们这个奖励给全部人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哦，这个。你们不给我吗？我也要吃啊！好，不开玩笑了哈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唱的歌，就是需要刚刚大家学的那个旋律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然后呢，麻烦大家，这会很美很美，因为你们很美。但是如果你们把你们的手机举起来，把灯开着，那会更美。接下来要唱的歌，哇哇，这个他哇，哇，太美了。接下来唱的歌是送给你们的，叫我别急了，谢谢。Thank you.
啊，刚才真的啊，太感谢你们了。啊，虽然我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，真的，但是呢，我感觉是我在收什么东西？你们真的给我很多很多力量，我真的很爱你们，很感谢大家。啊，哎呦，然后呢？啊，Oh my。计划了多久啊？你们新鲜的人啊？啊，哎呦，啊，真的太感谢了，能，哇，这个让我想起来，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，然后我在想，哎，没有人为我庆祝我的生日，因为当时没有人认识我，但是呢，现在。没想到会有一天有那么多喜欢人在那边为我唱歌，真的太感谢你们，太爱你们了，太感谢了，谢谢。哦，是没有蛋糕哦 ，OK， 我还在期待一个蛋糕，没有，刚刚 OK， 哇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我今天其实本来只是安排要唱三首歌，OK 好，那我可以再给你们唱一首歌吗？OK， 我要给你们唱一首歌，然后。其实我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就像你们鼓励我，你们给我力量，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很多力量，鼓励大家。然后我知道台下你们都有自己的辛苦，都有你们自己的一些压力，然后很多时候也会想放弃，我也是一样的啊，但是呢，这首歌就是提醒我们多么辛苦，多么想放弃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梦啊，然后要一直走下去啊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如果知道歌词的话，可以一起唱。我猜你们都知道啊，叫《飞鱼之下》，谢谢。
感谢了，刚刚你们也确实是唱得很好，太美了。我走之前，我可以一起你拍个大合照吗？我想把这个记在我心里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坐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啊，大家，如果里面有什么灯，你可以举起来啊，谢谢。好，一二三，说，说什么？你们想说什么？好，你们想说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自拍一个吗？我想发我自己的微博。好，大家，我想是一个，大家要安静下来，安安静静的。然后我突然间，我这样的话，大家要尖叫好不好？就麻烦你一件事情哈。然后我发，然后我也，哦也 ，OK， 都发好。哦好，大家安静。嘘，哇，好安静。嘘，好听话。好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1, 2, 3。好，我这里要走了，大家太感谢你们了，太好玩了，我希望我可以快点回来 ，OK？ 大家不要忘记我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。